欢迎来到4143 Prospect， 位于城县尤巴林达市，是尼克森总统的故乡。以两块土地超过34000尺的占地面积做的定制大宅，可以容纳200位宾客，给您私人会所般的体验。这间房七房7.5卫，7794尺，3车库，而且呢没有 HOA， 2010年的定制西班牙风格建筑豪宅。那它距离商区、学校和图书馆也仅有几分钟的距离，仅368个 W。Welcome to 4143 Prospect。一种梦想的生活可以兼顾人生的格局和生活的烟火。这一间客厅提供了工作之余休息的场所，挑高的客厅，温暖的壁炉，定制的书画带来了片片的生机，让你可以在此探索生活的执着。忠于格局是智慧，善待生活是慈悲。地中海风格的建筑呢，非常重视质感，铁艺雕花的楼梯扶手，哥特式风格的吊灯，以及庄严稳重的木质横梁，在这里用餐的氛围感可想而知。用艺术对抗平庸，灵感让时间隽永。厨房的每一处都将西班牙风格的细节仔细雕琢，实木的橱柜，拼色的岛台，再加上细致的雕花，冰箱是加宽加大的，配上一杯玛格丽塔，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高迪曾经说过，自然就是美，美就是生活。完美的建筑设计呢，应该是把自然之美与实用性相结合。比如说厨房旁边的这个小厅就非常的实用，你可以拿上一本好书，与文化苦旅来上一场邂逅。难得在喧嚣城市中找到一片绿境，这个阳光房啊，日可观云，夜可观星，品红酒，抽雪茄，那边的户外的吧台，再加上满院的繁花，自家的后院也可以拥有度假般的卡巴纳。清风将宁静吹进心窝，潭头满是翠绿和累累硕果，金桔、柠檬、苹果树、牛油果，果树的丰收象征着生活的红火。在这个度假会所般的庄园里，怎能少得了一个 guest house？ 这个 guest house 可以说是一个奢华版了，里面配有两房两厅，卫生间、厨房一应俱全，让您的宾客在这里也可以体会到宾至如归的感觉。独立出入的音乐厅可以做 ADU 以外的第二宾客会所。那这间房呢，约摸着400-500尺的面积，有单独的水吧，配套淋浴间，安逸舒适，让人在此不禁想悠然耗时光，安然度岁月的生活。
就是筑梦椅休息，整体布局空间独立，仰卧在这个躺椅上享受安逸，窗外的景色一览无余，两个超大的衣帽间可以将你的礼服安置有序。所想眼之所见，这个房子有理想般的预见。今天带大家参观了我们的独家代理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私聊咨询。耳湾精锐网红地产，以视频感知美好生活，带您探索有温度的家。我是 Mina， 我是 Alina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比如说厨房旁边的这个空间，你可以拿上一本好书在这里与文化苦旅，文化什么文化苦旅，等一下。比如说厨房旁边的这个空间，你可以拿上一本好书呢与自然文化苦旅。我可以就接这句吗？果树的丰收象征着生活的红火，难得在喧嚣城市中找到一片绿境，这个阳光房啊，日可观星，夜可赏月。日可观星，白天怎么观星？重来。3、2、1，终于格局是什么？独立出入的医院。独立的音乐厅，不是独立的音乐，独立出入的音乐厅。sorry， 少两个字儿。来，原本有着四五百尺的面积，非常的安逸，有单独的水吧，有单独的淋浴间，在此非常的舒适。啊，太难了，重来。这还是我自己写的文案，我写的什么鬼？主卧的意义就是，我想一想，主卧的意义就是筑梦以休息，这个空间呢整体独立有序，不对，主卧的意义就是筑梦和休息，整体布局空间独立有序，躺卧在这个，你可以用刚才那段吗？没有删掉了。